什么样的年菜让人垂涎欲滴？当然是鱼生啊，金钱豆腐、猪脚花苞。华人对年菜有什么讲究？每个人都想发财吗？身材当然每个人都喜欢的正财身材嘛。如何吃出寓意？如何吃出喜气？不同的文化，不同的菜肴，带给你不同的年味。狗年旺旺行好运，年味2月16号大年初一晚上7:30，优频道陪你欢度新春。